是。唔免问我什么人，我并无恶意，我干那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你带官兵围困阮木棍啦，那呢你的要求一定是无简单咯。唉，真简单，我干那爱风姑娘离开北京城，唔管你去什么所在，去愈远愈好，永远莫搁再倒转来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怎么还有这原因呢？无原因嘛，无理由。你一定爱安尼做。哼，我也无办法，也无原因，也无理由，别叫我离开北京城，我做袂到。任你安怎样处置，我绝对袂离开步分毫一卡步。哼，红姑娘果然是一名不平凡的奇女子。我有讲过，我并无恶意，而且对红姑娘来讲是一件喜事啊。你看。对，即马开始，红姑娘就是自由之身，而且脱离着教皇师的夹击。姑娘，请三思，千万唔当失去这个机会啊！我自由啊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代志。严哥，你为什么要当小心？又讲我自由嘞？姑娘，你是一个聪明的人，世间的代志有真多不用的讲破。假使那是讲破了，就杀身之祸。何况我也是奉命行事。免失去再跳离飞机的机会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爱我什么时阵离开北京城？即马就离开，列车早就准备好，马上启程。马上启程，姑娘，马上就要离开，咱要去倒位啊？小菊，你去收拾行李，你免烦恼。天哪，干这么大，一定咱用心记住。哎呀，小姐，我不去了，干吗？小姐，你不要来过去呢。家中的红本哦，已经传来到南昌城呢。真是的，阿姨，是不是红本已经过掉啊？也是郭德贵命的证书。阿姨，你是讲红本伊？红本伊名落孙山呐。不可能，我莫相信，不可能。玉仙呢？
这是事实，你一定要想较开的。我袂听，你莫搁再讲，我莫相信，我莫相信。希望越大，失望就越大。好梦，你敢真要使我失望心呢？玉仙，我使你失望，我真无路用。就来啉到醉到安尼啦！我看吼，酒店迄个黄老先讲话根本就袂听的啦。但不但这个状元也飞去啊啦，我看吼，连我这个将军，哼，嘛唔免想啊。你到底是伫咧倒位？伊
比比的手段，你好浪荡的心肝。皇上，你竟然为着一个官妓，不计内伤吗？官妓是安怎？官妓又做不是人事？别问你温柔，你可爱，伊怎么才像你？像我，像我安怎？亲像你。我做这种皇帝有什么意思？
怪，无分老当时加请一个顾问的啊。哎，啊你坐咧门口口是变哪入去啊？内底也无半个人啊！你入去要创什么？哈，无半人哦，那是当时关店啊嘞。哎，稍等嘞，稍等嘞，稍等嘞啦！公主啊，稍等嘞啦，公主啊！公主啊，你叫啥名？我叫做朱秀，是本地人。哦，哎，公主，你对风光你有好亲像真痴情吼。我自细汉到我大汉拢无朋友，结婚是我头一个好朋友啊。唔怪，啊，这世上也有亲像你这无朋友的人啊，你实在真稀奇啊。是啊，拢无人敢跟我做朋友。啊，敢讲你是妖魔鬼怪这人？看起来都无成啊！唉，这讲起来话头长啦，人生不如意的代志实在真多。我嘛袂用安尼先讲啊，人生如意的代志嘛真多啊。人生有啥物如意的代志啊？比如讲，比如讲啥物啊？安怎？我讲的无唔对吼？你讲了真有道理。喂，你叫做什么名？我叫做王达达，是一个南北二路的生理人啊。你这个人真趣味，我真喜欢。吼吼，你这个人讲话口气虽然真奇怪啦，也毋过既然你若够喜欢我，我就甲你做一下朋友嘞。做朋友？青兄道弟，这安尼无够我适合。你若是让我做客囝，我会用去考虑。啥个啊？你看起来比我较少年呢，啊，想要做我的隔壁啊？我看吼，你若不是头壳问题啊，就是伫咧讲笑的。哎呀，俗语人伫咧讲，轮回是无轮回啊。对啦，恁家住伫咧倒位？啊！你问这是要从啥？我要来去恁家啊！紧带我来去。你讲话口气是也真大呢，莫怪你也无朋友啦。行啦，行啦。较早我也未来。志大英，有无？啊！你啊，较七八日来，我等你等到讲你急死哦！到底有啥物重要消息？有一个好机会，好机会！郑德章甲洪耀两个人口角，老气冲冲离开宫中，甲起码犹阁还袂回宫。七大人，你的意思是？现此时宫中真正乱，趁着时会还袂找到郑德以前，等先找到。然后将伊，真好。咱元宵计划失败，王爷非常的失望。这摆若会成功，钱大爷，你绝对会升官发财呀！但愿如此。